在毕业生及与会来宾见证下，校友总会理事长杨耀聪、宜立电子副董事长陈希耀、裕达教育事业集团创办人江大龙父亲江金朗夫人赖秀珠，致赠巡回巴士校号给母校，鼓励学弟妹梦想起航。我们所有的同学经过四年学习的一个努力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已经准备好，所以在这里首先祝大家展翅高飞，鹏程万里，大展宏才。我们学校的是肯精神，肯学，肯做，肯付出，肯负责，这四个精神继续把它落实在你的生活与社会中。县长魏明谷表示，很高兴以毕业学长身份回到母校，见证学弟妹完成学业，迈向人生下一个里程碑。淡大学在历任校长的用心经营下，师生屡创佳绩，成为彰化县的优质学府，培育出无数的社会精英，有五万名校友遍布各行各业。踏入校门以后，你们已经在学校学了一技之长，在外面也不怕有任何的荆棘道路，我相信这个都你们可以能迎刃而解。我们学校这几年在吴校长以及学校的吴团队转型顺利，转型也成功。我们从五个院已经提升扩展到七个院。我们学校未来因应社会的需要，我们都做很多必要的调整，希望大家肯才有机会，肯才有出路。这个青云有路肯为梯，希望大家也保持着是肯的这个态度，不断的学习。那我相信这个毕业只是另外一个开端。师长也期许毕业生秉持大业，肯学、肯做、肯付出、肯负责的四肯精神，朝下一个人生阶段来出发，为自己开创更好的未来。大爱人新闻刘新孝采访报道。